低脂山药圈，它一袋是160克，然后是19.9块啊。但是它这个一袋装的很多，就是很轻嘛。它这个节脂的人群这些啊，有糖尿病啊这些高血压的，你们都可以吃这种低脂的。添加蔗糖，不含有糖，吃起来非常健康。早上酸奶泡牛奶都可以啊。这一盘是 butter， 还能倒这么多。